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OK， 那个彼得开口讲到圣灵落下来在他们头上是哪一节？哪一节？第十章。44。彼得一开口讲到圣灵降下来落在众人身上，第几节？44。OK， 好。44节那里说啊，彼得开口讲到圣灵降下来落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会说方言，对不对？得不得救啊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说 他们已经得救，因为圣灵是圣的，圣灵不会 落在不得救的人身上，圣灵不会充满得救的不得救的人说方言。所以我说难搞是这里了，所以我说难搞是这里，这里如果你搞不清楚呢，就跟这里矛盾了，跟这里矛盾了，那就一定有问题。我搞了几十年，最近才发现，在11章1到18节，使徒彼得自己解释，这里圣灵落下来呢，是什么？是耶稣从天上用圣灵给他们施洗，是耶稣从天上用圣灵给他们施洗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听清楚啊！我说这里难的是难在这里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为什么这些人还没有得救，耶稣就从天上用圣灵给他们施洗？使徒彼得解释的，好像当日圣灵落在我们身上一样，那是使徒行传第2章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呢？现在看了啊，马太10章5到第6节，马太十章第五到第六节。马太10章第5到第6节，一起读。耶稣差这12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该往人的路，你们不要走；撒玛利亚人的城，你们不要进；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的那里去。好，谢谢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吩咐门徒不可以到什么地方去？外邦人那里去，对不对？清楚没有？耶稣在生的时候吩咐门徒不可向外邦人传道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这里，耶稣天父要彼得去哪里传道？意大利人外邦人传道，是不是直接跟耶稣的吩咐矛盾呢？是不是？明白没有啊？难就难这里了，你不容易明白的，不容易明白的。好，彼得解释的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总而言之你要记得，耶稣在生的时候还没有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前，吩咐彼得说你不可以向外邦人传道，
只可以宁可向到那个以色列弥赛的羊奶去。所以天父要差派彼得去外邦人传道，向外邦异端人传道，很麻烦啊。怎么麻烦啊？因为彼得必须胜过耶稣曾经吩咐他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第十章第一节开始，天父要向他什么三次异象，记不记得？你们对这个故事有没有印象？三次异象，三次异象，在屋顶上面一块大布降下来，天父对他说，我接近的，你不可以说这是书不能吃的东西，明白吧？要三次异象。然后第十三节开始的时候还要诉说这个哥尼流，这个哥尼流对不对？非常好人，非常虔诚的人，天使要告诉他，你神要你得救了，但是呢你要去请彼得来向你传道，明白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天使出动了，天父要向彼得两面工作，天父要两面工作，在哥尼流那一边差派天使告诉他，你去那边请彼得，对不对？在另一边神要降下三次异象来说服他，还不够，又触动圣灵，下面有人找你，快点跟他去，是不是？他不放心，带六个弟兄一起去。去到门口了，他还说什么？十章二十八节，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，到了门口，他还说什么？二十八节。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，本是不容得的。是啦。所以彼得呢，到了门口，他说这句话：“我是犹太人，你们是外邦人，来往是不可以的，明白？本来我是不来的，但现在神既然要我来了，我没有办法不来了。现在你要我做什么？”他这个态度，因为彼得有两个困难：第一，耶稣亲口告诉他不可以去外邦人那里；第二，他一辈子犹太人、外邦人不可以什么来往，明白吗？他必须胜过这两个拦阻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彼得一讲到耶稣要从天上什么用圣灵给他们施洗，彼得自己解释是告诉他，彼得，你不要管我以前叫你的吩咐你的事了，你现在可以了，明白吗？是这个意思，你能理解吗？解铃人必须什么？系铃人。耶稣说你不可以，现在耶稣说什么？可以了，明白吗？是为这个缘故。如果你能够理解呢，我就会放心，你不理解呢，没有办法了。你能够理解吗？求神怜悯你们能够理解。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啊，到这里有一个感觉，本来啊神是要拣选彼得向外邦人传道，但彼得没有办法胜过这两点东西。一辈子我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明白吗？加太书第二章啊，他还假装啊，你记得吗？那里啊，他到那个时候还在假装啊。他犹太的弟兄没有来以前，他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。犹太来的弟兄一来了，他站起来离开，他还不能胜过，明白啊？所以彼得没有办法胜过这两样东西。耶稣亲口告诉他，不到外邦人那里去，
他一辈子有这个习惯，所以神兴起保罗取代他向外邦人，因为太麻烦了，每一次叫他去外邦人天父要三次以上，明白，要触动圣灵，要触动天使，要触动耶稣自己，天上所有的住客啊都出彩出奇了，明白吗？这么麻烦，所以耶稣呼召什么使徒保罗，你去干了、啊、彼得算了，太麻烦，你能理解吗？上来恩道，我时间到了，现在结束，我们能够把这些经文呢连起来，明白，把它搞清楚。哥尼流是特别要来帮助彼得胜过他那两个困难，一个就是耶稣亲口告诉他不可以到外邦人那里去传道，第二个就是他一辈子的习惯。注意点呢，我们到这里给你们休息一下，啊，消化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几点钟开始？十二点。啊？十二点开始。那么这十一点到十二点办什么？吃饭了、啊，还有饭吃啊？为什么？什么目的？对象不同，还有呢？是的，他也是有个性的演员。是，一个对圣徒，一个给万民。那么对圣徒为什么还要讲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呢？要打破那些犬类，还是要会咬死圣徒。记得啊。这现在进步了，我十几二十年前买的这么大，而且这么小就行，而且他们还可以录得比我的长。我这个是十几二十年前买的，这个要录啊录啊录了以后可以自己研究。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啊，你们有没有现在他这么大，还有。现在有一位你们的，根据我刚才跟陈老师他们一起吃饭谈起来，你们有一个功课要学，就是宣道法。宣道法。现在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圣经里面的宣道法，就是用这些圣经，圣经里面宣道法。第一，传道者，这里的传道者是谁啊？谁在宣道？彼得。第二，听到者，听到者是谁啊？三千人，对不对？到四十一届，到四十一届里面，我们知道有多少人？三千人。听了道就可以什么？信主，听了道就可以信主。信主的人有多少？
啊？三千。对呀、啊。这个耶稣呢，他叫什么？悔改。有多少人？三千。悔改了，要以后呢，要奉什么？奉主名，简单一点，行不行？奉主名什么？受洗。受洗，多少人？三千。三千。受洗了，他的罪什么？罪赦。罪的什么？得赦。多少人？三千。三千。罪的赦免。罪的赦免会领受什么？圣灵。领受圣灵。有多少人呢？三千。三千。那这是圣经里面的宣道法。那你传道呢？你这里啊，今天是我某人传道，你写你自己的名字。今天是我某人传道。然后呢，第二，你写下你听到那个名字，谁听一下，明白？如果你找一个朋友，你就写他的名字，一对一，好像腓力是不是对一个人讲到？腓力啊，对一个人，埃及亚伯，就写他的名字。那你讲道讲什么道啊？啊？讲什么道啊？也有很多方法。他这里呢，他这里讲的道呢是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不讲这个道。他那个时候就用这个，用旧约圣经、约珥书、以赛亚书来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但现在呢，我们有新约圣经，我们直接可以去马太。马太十六章十三到十七节，十六章十三到十七节，就传这个道。耶稣要我们信他是什么？信他是主是基督。也可以用这里的，也可以用这里的第二章三十六节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，彼得告诉他们，这个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立他为主为基督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里啊，这里跟这里合起来，这里跟这里合起来。这也是耶稣自己要人怎样信耶稣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，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是耶利米，或者先知的一位。”耶稣不满意，然后耶稣问你。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你是什么？基督，神的儿子。耶稣满意了，但是呢，他说彼得，你有福气了，有福气。但是呢，你这个知识，你这个认识，我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儿子，不是你的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天父指示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，两千年前没有一个犹太人相信耶稣是主，明白没有？就算彼得讲出来了，但是耶稣说不是他的，
明白？是我天父指示你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这个我耶稣是主，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个时候彼得不知道的，是神教他讲出来的，明白？所以这里证明呢，当时没有犹太人信耶稣是主，没有犹太人信耶稣是基督，他们只是信耶稣是先知，明白？所以你们最好要去丰台买我礼拜天10点那一堂，最好你两个光碟都买了，那一堂我有详细的讲解，就讲解耶稣要人怎样信耶稣，他们已经刻出来了，我已经有了，我有一套，我要带回去美国，然后呢我可以自己再研究有没有能够再改善的地方，你们可以去买那个光碟的一起研究。这个传到传了以后呢，这耳机还是七号的是不是啊？这本应该是七号的，是昨天嘛，这二按大的是不是昨天？昨天对，昨天8点那一场，还有10点那一场。8点、10点两个。两个，还有两个光点，一堂一个光点。好像，本来呢，他们只是1个小时，但是他们准许我讲长一点。我到什么地方去，他们都要准许我讲长一点。他们喜欢我讲长一点。我像今天你们也要我讲长一点，因为我40多年讲不完的了。好，总言之，你要想办法找圣经，不要找人的东西，找圣经，读圣经给他听，读到他什么？好了，你烦死我了，我信了，我不信你烦死了，我信了。信耶啊，然后他如果他听了道，啊听了道，然后呢，他肯信耶稣了，他就要什么？悔改了。他悔改以后呢，要受洗了，明白？他要受洗呢，你这里的规矩啊，你要请编牧师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不能自己给他施洗。你自己给他施洗，不合这里的规矩。你要请，别不是啊，我这里有一个人要受洗啊。啊，你负责了哈，你把他带到别公司那里去，他负责。怎么样？怎么样洗什么东西？怎么样洗这里有？照圣经这里有怎么样洗？那里是腓力，那个传道人直接给他施洗，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给他什么施洗？那个点水啊，是意大利人发明的，圣经里没有的。啊，这里啊，我不讲有没有，我讲照圣经是这个，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给他施洗。OK， 所以没有人说有病。那他肯受洗了，你要带他到边牧师那里去了、哦、你自己不要在外面乱搞啊。然后受洗以后呢，他的罪是什么？要赦免了。他领受所赐的圣灵呢，恭喜他了。领受所赐的圣灵有什么作用？知道吗？圣灵感动。圣灵与你的心同着，你是神的儿女。写在哪一张？哪一节？罗马书8:16。罗马书8:16。
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，我们是谁？好，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。这里说受洗叫罪得赦免，对不对？这里说受洗洗去你的罪，对不对？什么罪？以前的罪，以前的罪。那么受洗了以后啊，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得救了你还要活，对不对？最好是这个时候死掉，这个时候死呢，你就必定什么，真的必定得救了。因为你罪洗掉了，洗清洁，这个时候死是最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静下去不要起来了。开玩笑了，等一下那个给你施洗，那个不是 谋杀吗？我意思是说你还活，还可以活50年100年，最多可以280年。你不知道啊，这是最出名，全世界最出名的医学报告的杂志里面讲的，我们这个身体可以活280年。我这个都知道，他们调查，因为我要看啊。所以受洗了以后啊，领受了圣灵，你有智慧得救了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你要活50年100年，越长越好啊。弟兄姐妹明白没有？越长越好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等到全世界都信了耶稣，我们才回天家，好不好？好。问题这里，这50年里面呢，你还会不会犯罪？会。你还会犯罪，很诚实。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告诉我，他受洗了以后40年没有犯过一次罪。我说恭喜你，我不给他讲，我不给他吵 ，OK？ 我恭喜他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行。所以我们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祷告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记得不记得罪？有些还不记得嘞，明白？所以希望今天晚上睡下去，明天醒不过来，能够看见你。看见主的时候，主是打开天国的门，欢迎我们进去，不是挡在门口。你这个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看见耶稣站在门口，有两个可能的，两个作用哦，对不对？主人站在门口，有两个可能发生的，一个是什么？嘿，你来呀、啊，请进。一个是你来呀、啊，你等等，挡住你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7:21-23，耶稣挡住好多人呢。耶稣挡住很多人，不给他们进天国。耶稣说，耶稣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们，有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他们辩论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名传道吗？奉你名赶鬼吗？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神迹吗？明白吗？耶稣说什么？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一些做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他们所做的最大的恶，我陈秋汉能够理解的，跟你们讲的不相同的。他们改掉基督教会这个名字，这是最大的恶。我说哈、啊，我知道这是最大的恶，因为他直接侮辱教会的丈夫耶稣基督，这是不永不得救的问题。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说，耶稣说的，你得罪人子，得罪圣灵的罪不能赦免，今生来生不能赦免。改掉耶稣基督教会这个名字，我以为就是那个罪永不得赦免。好啊，当然有人要变可以啊，欢迎。这里的罪怎么样得赦免呢？
五十或五十年还会犯罪，这些罪怎么都赦免呢？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找着一起读，一二三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好，谢谢。再读一次，一二三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小心啊！过去1500年来，欧洲神学家用这些圣经向普天下万民传道，错掉，错到现在我们发现了，这些圣经是对这些人的，受洗得罪了，得罪得赦免，领受圣灵以后，他活着的人，以后受洗以后所犯的罪，明白没有？是受洗了以后所犯的罪，这些罪，这里的罪不是以前的罪，以前的罪在什么地方是都赦免？受洗的时候，后来这些罪什么怎么样都赦免？向神祈求，向神认罪，在神面前认罪祷告祈求。你没有信耶稣，不是神的儿女，你没有资格到神面前去求什么东西，你只是要等着受咒诅，明白没有？你要信了耶稣，悔改受洗，罪得赦免，领受所赐的圣灵，成为神的儿女，然后你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，父神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是儿女向父亲求赦免的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要搞错了，对象问题，一次给我解决了哈。所以以后呢，要记得，如果有信耶稣的人，受了洗的圣徒，来向你诉苦，姐妹啊，真是痛苦，我犯这个罪，犯那个罪，怎么办呢？你读这些圣经，这样办。你要到神面前去认罪，你不需要告诉我，看我不听人家认罪的，因为他可能污染我的头脑，明白吗？我们不要知道，我不需要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赦他的罪，神赦他的罪，这里说向谁认罪？向神认罪，记得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我们就欺哄自己，以神为撒谎，明白？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信了耶稣，受了洗以后40年没有犯过一次罪，那就神撒谎了。神说我们什么信了耶稣，受了洗以后还会犯罪，所以有这个方法继续的，也不是说既然有办法可以赦罪我就继续犯罪，不可以这样。这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就有了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就有了，我们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叫恩典显多吗？啊，不行，是我们无意之中受引惑犯了罪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不可以说我们既然有方法可以洗罪，那我们就随便犯罪了，这个很危险的。如果你随便犯罪，犯惯了罪啊，你不会悔改，罪犯惯了你就不知道是罪，变成你不会悔改，也不需要悔改，你就不得救了哟。所以这里又牵涉到什么？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啊，
那你犯这个罪你不求呢？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那这里不是一次得救了吗？这里不是一次得救吗？那一次得救了以后再犯罪怎么办呢？这里也证明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因为你得救了以后你还会犯罪。如果你犯了那个罪你没有认呢怎么办啊？哦，你们已经有啊，在这里啊，如果你发现我讲的跟编牧师或者人讲的不相同，你不要拿来抬杠，不要拿来哎，你请来的那个陈牧师来这里讲，他不是这样讲吧？我。不要这样搞啊！你这样搞，我下去就不能来了。我不能来，因为不要紧啊。我现在也不想来了，对我不要紧啊。是你们可能有一些发生一些问题，明白？也不要把我拿来讲的，跟电工师谈判，记得哈。我们个人有学习的程度，神面前给我们的交托。明白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，是宗派里面近现代发明的 ，OK， 我研究过了，他们发明的。因为呢，希伯来书第六章写得很清楚，希伯来书第六章写得很清楚，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一读下去，很清楚告诉我们。还有，因为他说，因为这里说，我们得救了以后还会犯罪，还会犯罪。如果你犯了罪，又是不得救了。那有人就说，那我们承认在得救不得救，得救不得救是这样吗？有人要搞这个。这个得救，一认了罪得救了，然后犯了罪又过来这边又过来，那我们不是常常在这条线去跳来跳去吗？他们有人要搞这个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在他教会的名称里面解决他，明白？在他的教会名字里面把他解决，知道吗？请您把你的教会名字写下来。这种人呢，都不是在基督教会里面的。当然你说我们现在这里基督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人的，对啊。所以我们来读圣经，我们不搞这么多，讲太多不好。啊，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来读就行了。看圣经怎么读啊？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尽到完全的义务。不必再一根筋，就那懊悔死刑，信靠神，各样洗礼，按手治理，使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是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信道理了。好，这里什么？这些清不清楚啊？第五、第六节清不清楚啊？非常清楚。第五节说什么？啊，第四节。第四节，第四节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。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。哎，看这里啊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与圣灵有份，圣灵有份，对不对？你受主赐了圣灵吗？那不是圣灵有份吗？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与圣灵有圣灵，与圣灵有份。然后呢，他说什么？
若是离弃道理，明白啊？离弃道理是什么？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，是什么？灭亡了。清楚没有？这里说的。得救了，尝过天的滋味，一生的有份，后来离开道理。你们这里有没有人离开教会的？没有。啊？没有啊。在那我知道常常有啊。有。常常有人离开的。有。教会只有一个。啊，还有。谁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的？神。再根据哪一章哪一节？写在圣经哪一章哪一节？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七节，这读下去读到四十七节，第二章四十七节读读，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，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，一二三。赞美神是和众人的喜爱，将所有的天天加给他们。好，主将得救人加给什么？教会。那么他们就是教会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就好了。所以是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的。如果主把你放在你得救的人，这也说主将什么得救的人放在教会里面。如果他离开教会呢？啊，不得救了。还有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，那里说得救人是在教在基督里面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找到一起读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永生在什么地方？在基督耶稣里。永生在耶稣基督里。那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怎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呢？啊，就在教会里面。教会是基督的什么？身体。教会是基督的身子，身体，对不对？对。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在不在基督里面啊？在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。在基督教会里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，在基督里面就有什么？永生。有永生，是的，很清楚的，很容易的。我一边在找这里彼得后书第二章，彼得后书第二章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，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。找到一起读，一二三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，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之苦，他们日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好了。他们晓得基督并继续的传给他们的生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说的真不错，狗狗说的不敢，他们来又不是，诸
是临时讲，但是我没有预备的，临时到这里突然间发现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就找出几件圣经给你参考。好，总而言之，这里边这是圣经里面宣道法，照着圣经一节节的分析，讲道是我，听到是你，信主也是你，肯不肯悔改是你，肯不肯受洗是你，然后呢，这是上帝做的工作，明白？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工作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，这是什么？神做的，上帝做的，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罪，还一样。有人要说，我们的罪不是耶稣的血洗净的吗？明白吗？究竟是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呢，还是那个水洗净我们的罪呢？啊？这里清楚没有啊？你可以这样传道，你不要负责。他信不信？圣经负责，神负责。我们讲神的话，他信是神的话，叫他信；不是我的话，叫他信。明白？好像使徒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，他说：“我不要传人的智慧，不要传我的智慧，因为我要你们的信心。”建立在什么？神的大能上面，就是神的话语里面，就是神的话，你照着神的话来信，你的信心是什么？稳固，不会跌倒，清楚没有？所以照着这个去好。然后呢，第一次照着这个跟他讲，第二次如果他不信啊，他不肯相信啊，你最要紧是这一项，他一定要信，明白？他不信不需要讲这些啦，你要讲他的信才讲这些，讲他的信了你讲这些，如果讲到这里他还不信，你就第二次用这个，第三次用这个，明白？三次都不行呢，你可能要找第二个了，找另外一个人。你读这里给他听，传讲耶稣是主，我们信了耶稣怎么样，明白？然后他肯信，悔改认罪，带他去耶稣那里，受洗叫罪受的，这个圣经里面宣道法，这是我自己我们的发现，基督教里面的人发现的。好，现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样的问题啊？约翰福音17:20-21，约翰福音17:20-21，约翰福音17:20-21，一起读。1, 2, 3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到23节啊，你所赐给我的我也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好，谢谢。所以耶稣要世界上所有信他的人怎么样？合而为一。怎么样合一？完完全全合而为一，是不是这样？
主耶稣要世界上所有信他的人怎样？合而为一。合而为一。那为什么这里有海定堂基督教会，又有家庭教会呢？是不是合而为一啊？不是。是不是？您告诉我，我不知道啊。是不是合而为一啊？后裔吗？家庭教会跟你们后裔吗？合一，合一，因为神就是我们共同。礼拜天有一起聚会吗？没有。啊？礼拜天有没有一起聚会啊？没有。还是说你不能去了？他说昨天是家庭聚会，你让大家咱们聚会。对，前面不是家庭，咱们是家庭。我不需要攻击任何人，不要搞错。我意思是说，耶稣要信他人完完全彻合为一。一个地方有多少个教会？一个区一个。一个区一个。如果这个区有十万人信耶稣，这个教堂只能坐五万。就可以建多地多另外一个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一个教会，在不同的地方聚会。对，一个教会在不同的地方聚会。聚会点，那家庭聚会。家庭聚会还有两个师道的聚会。那为什么要叫家庭教会呢？在不同的地方，他的点就不一样。特别的地方，家庭教会不是一个名称。那不是名字，只是一个形容词。咱们现在是聚会点，不叫家庭教会。家庭教会不叫家庭教会。家庭教会。咱们这个点。总而言之，圣经里面说，信耶稣的人，耶稣要他们什么？合而为一。还有，因为有人要变，他们会说。在天上合为一，在地上呢不行，这个话不可以这样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后面说啊，叫世界上的人看见了，明白？就可以信我们的父爱他们，明白？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能够看见什么？能够看见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后裔，清楚没有？不要搞错，不要给人家骗。我们现在虽然不后裔，到天上就后裔啦。对了，骗人呢。如果你到天上，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怎么看见了？我问你了，你去了天上，后裔在地上的人怎么看见？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啊！我会问，因为我以前神学院的老师也是这样告诉我，那时候我不会问，我不敢问。哎，现在呢，我会问，我敢问。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怎么看见？如果你去天堂才后裔，世上不信耶稣的人怎么样看见？他看不见。所以这里是很清楚，在地上就要合一，不是在天上，要完完全合为一。所以，使徒保罗这被咒诅这些宗派，提多书一章三章十一节，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。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，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，十到十一节，找到没有？找到。好，一起读，一二三。分门结党的人，仅见过一两次，就要弃绝他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、犯了罪，
纷争是吧？分门结党。分门结党。现在的翻译，分宗派。一百多年前，他们那个时候的形容词是分门结党。今天是什么？分宗派。我不要你改圣经，但是呢，我要你明白，那个时候他们的说法就是分门结党。今天的说法是什么？分宗派。分门结党没有人理会，分宗派立刻就什么？吓一跳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个福气，你们都是什么基督教会？北京基督教会伽马斯堂，北京基督教会丰台堂，或者丰台基督教会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在外国呢，很多宗派了，一条街几十个宗派。根据这两节圣经，宗派是离经叛道，犯了罪，最后他那里中文翻译明知不是还是去做，他英文是翻译 self condemn 定自己的罪，明知不是还去做也是定自己的罪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前面也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呢，它英文是 self condemn， 定自己的罪，所以是很难搞的，所以他不要搞。啊，所以不要搞宗派啊！上帝恩待你们，时间到了。现在你们这里，中国这里没有宗派，年轻一代也不知道宗派是什么东西，这是最有福气的。所以不要把它吃掉了，你已经得到了。上帝已经神父神已经给你了，你就不要失掉了。他们西方国家失掉了，明白？1500年前，他们改了基督教的名字，从此以后，神把什么天父把真理隐藏起来，不给他们知道，就是这个缘故。现在我们中国这边已经什么回来了，名正什么言顺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基督的教育里面做什么正直人，喝歌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真智慧，明白没有？喜欢吗？喜欢。笑笑的行不行？感谢神的恩典，现在我们得到了，哦，所以以后千万不要搞宗派啊！你们要负责啊！神安置你在中国这边，神安置你在海淀这边，你有责任负责海淀这里没有宗派，行不行？行。不行，我不管我事啊！你负责，我们的天父要问你啊，不是问我。我在纽约，我在纽约没有责任，因为他们已经搞了几千年宗派，几百年宗派，明白？不管我的事，我传他们不听，明白？上帝不给他们明白，为什么上帝给我明白，不给他明白呢？是因为我比他们好吗？不是，是因为神要恩待我，还有恩待那些在我们基督教会里面的人，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按照圣经里面的真理来行，我们乐意领受神的道，我们要记住神的道，我们要研究明白，我们要哪做什么用，清楚没有啊？箴言书第二章一到第三节，一到第七节，对啊，七节，呀、后面还有两个嘛。我刚才讲这一条是一到三，
后面还有，我们要做正直人，要名正言顺。2760年前就写下来了。如果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名正言顺，有资格领受神隐藏起来的真理。我们做正直人，有资格领受神隐藏起来的真理。我们追求圣洁的真理，好像世界上的人追求金钱。为什么你今天不去赚钱啊？啊？为什么你不去赚钱？啊？因为你要什么？你要追求什么？真理。你得到了没有啊？得到了。如果你今天去追求金钱，你也会得到的，明白？但是你今天不是是追求金钱，你在追求什么？圣洁的真理，情愿不要钱，而且追求真理，你就什么？得到了真洁的福气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个范弟兄出去了，就在那边。我记得他了。好，非常好。还有一节圣经就是约翰一章十二节。10年前写的，我这次只是带几本来，因为我不再愿意带来了。一方面很重，一方面我听见有人拿到了不读，我很失望，所以现在不带来了。我可以给你们两本，你们的老师呢批准以后自己去复印。这里后面呢，我这里有两位领导哦，一个人一本，跟那个陈老师的。这里我后面写作。这位是王老师。王老师是我们的大师。王老师。王老师是来上的。后面我这里写作，没有版权，欢迎翻译。没有版权。欢迎翻译，所以啊，你们随便欢迎翻译。这里面我会尽量回去的时候请人呢、啊，把它拷贝在我那个网页上面。十年没有人变，这是专门维护马可16章16节，马可16章16节这本小书。经过35年研究清楚写出来，我写的时候我心里面想，这本书传天下没有人可以变，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变。如果我下次有机会啊，上帝允许我有机会再来，我问你们有没有读，你说我没有读，算了，一定读，一定读，我读。很邪恶的辩论，所以有时候我不喜欢讲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会生气。特别是对那些他来介绍这个某某人，什么博士，什么院长，什么专家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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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要这样介绍？太多啊！太多真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听他的话，明白吗？他是权威，是不是要听他的话？我很高兴今天编牧师怎么介绍，这是美国纽约来的陈牧师，这么多